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奕轩。去年最令我骄傲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拍了两部电影、两部电视剧，而且还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音乐专辑，叫做《OS》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我也给我自己点个赞。去年你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快点来我的评论下面写上你最骄傲的事情，我也给你点个中国赞。